能罩住你，就谁来，就袁罗德哈勒他们俩谁来，我直接踢出去，一点毛病没有。你说，是说是上回说是心有余啥的也行，宇哥不是那样人，反正你说你没事儿，听他吓唬你的，你说啊，你就说 Q 的呗，你说的说不是。我搁 KTV 刚出来就他就给我摁那嘎子了，我一百米撒酒人没跑出去，那不都让 KTV 找酒花去了吗？然后那个我一出来我就听后边好像有人喊我似的，小刚，我一头一回头一瞅，嗓子到了爷们儿站着呢，一瞅骡子，骡子就是你小刚，嗯，是我，嗯，咋了哥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。这么点事儿，我不太熟，真不太熟。你这唠嗑你也唠不明白呀、啊？不是我他妈的混歪歪，我刚混半年，什么鸡毛蒜皮小事什么的，我他妈的我都知道点儿。你这你混聊聊，你混你也没混明白呀、啊、你？是不是他们几个谁唠明白了我就不能上班了？不是，本来骡子天天就老捣鼓说一封杀我封杀我的，我就不敢吱声了，都这个天天老捣鼓。你不是你说他们背后的小故事什么的，那骡子脾气不好，那你就别捅过骡子。哈亚乐脾气好，你捅过哈亚乐。哈亚乐脾气好啊，你捅过他，你捅过他。你说跟他合适。我跟哈尔乐认识好多年了，但是我就是不是就是一三年认识的，那时候刚来歪歪的时候认识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啥事儿啊。他三多，他见三多的时候你在呢吗？钻石啊，三多啊，地皇嘛。在呢，我那时候不认识他呢。我操你，你也不明白呀，你这小子。不知道。你就说吧，哈尔乐。几个对象就完事了，非得让我说的这么直白。我操你爹的呀，你他妈的你这辈子你也活不了啊，你这个小兵啊，一点他妈的不长脑子，脑瓜子你就不转筋，我操的。说呀。不是，我真不知道，他也没玩过聊聊啊，哈尔乐没玩过聊聊，就去过两回，但没玩过聊聊，他不可能在聊聊脸上住的样子，怎么可能在聊聊脸聊的，因为他根本就没玩过聊聊。别的站嘴太严，别的站哪站？就是说要处的话也是什么9158啥的，就是那个会员站啥的，反正就是以前我玩聊聊的时候他是没上聊聊的，处过对象也就去过两回。哎，就不可能。在哪儿，在9158，在9158他处那对象叫啥名啊？你就唠，你就往明白唠，你慌你妈了个逼，我操着你也操。不是你知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的事儿，我不可能挖坑把海海乐埋了，然后就对不对，我真不知道的事儿，就是说他处不处对象的这事儿我真不知道、啊、他旁边有人场控，给我好好答案给他，那个什么，我那个我跟你唠一唠的。啊，咋的？我旁边真没人，我旁边真没人，这真没有人。我操了，我就寻思我想套点话啊，真鸡巴费劲呢，我就想套点话啊，操你爹的呀。我问你最后一遍小刚啊，我他妈的我就没事使个小号上聊聊上，我就摇嘎瞎看热闹，我都不说话，我就在聊聊上我就看热闹的人，我见过你一次两次，你绝对你这逼样的你绝对知道，你妈的你就是不说是不是？可能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，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知道什么，你原方给我说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不是，我真不知道，要不然以后4841我就给你封杀，谁封不封杀你我不知道，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4841我就给你封杀，你信不信吧？姐
姐，你给我说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哥们他爸死了，我得去一趟了。那个那什么，我先走了。这连麦连出这大事儿来了，我哥们他爸死了。你要是走了4845，你以后你也别来了，你好友也别加了。你要是走了，不是姐，你听我说，我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要知道的话，我啥都给。聊顶上就是说的不跟他们一个房间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跟罗子一个房间，那哈尔乐根本就不是聊聊的，怎么可能是聊聊的呢？2013年过来带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开始当领队的时候，那时候刚来的时候，我是跟他一起来的。那时候，但是我不知道谢小雨是在哪在哪找的他，反正就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我是真不知道，我要知道的话，我真告诉你，这我真的，我要是知道，我不跟你说话姐，我都把我爸押银行去。把我爸压银行，压银行值多少钱，我给你刷多少钱的，就这样似的。你看我这么说，姐，你看行不行？来，你跟我发一个誓，来，你跟我发一个誓，你要是敢跟我发这个誓的话，我就让你走。我小刚说，我小刚。如果有在聊聊上知道的事儿没告诉 QZY， 我出门嘎嘣就死，死一户口本，爹死妈逼烂啊，自己小嘚嘚都尿了。说，你别摆了你那个手指头，你好好的给我立回去。嗯，你是不是个老爷们儿？东北老爷们儿没有蔫巴的。你要是敢发这种事儿，不发这种事，完了你还不瞒，你还瞒着的话啊，你也配不上你就知道当东北老爷们儿了。你也别结，你以后你也别结巴混了。说，我发誓，就我要是在知道韩亚乐啥事儿没啊，我发誓，我要是知道韩亚乐啥事儿没跟 QDY 说，还有鱼罗子，还有西小鱼家伙。啊，这，这个事儿就是，你说不说？就我知道的事儿太少了，有点。等会儿，你这个事儿，我先说一下啊，就是捋人骡子的事儿，知道也不能说。一个城市容易网黑，怎么的呢？我本来不是混子，离得不远啊。谢小雨大庆，那行，那你就别说骡子吧。骡子我现实见过他属实，骡子我现实见过他属实彪呼呼，属实彪呼呼，骡子属实彪呼呼。你这那你就别捅过骡子了，你别捅过骡子了，换一个捅过吧。捅过宇哥也不能捅过，宇哥脾气不好。那你还是捅过韩亚乐吧。我发誓，我要吃韩。我发誓，我要知道韩亚乐啥事儿，不跟 QY 说的话，出人门指定让车咣当就是撞的，嗯，必须的。这我真不知道。那你说骡子怎么的？骡子在聊聊上是非常，我有印象，骡子好像在聊聊上是非常之狠，是不是？啊，嗯，那是相当的狠了。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，那个不可能在旁边，你们哥就是他。那你跟我唠一唠，宇哥。那你唠一唠宇哥在聊聊上的事儿来吧。宇哥说，宇哥上来让人圈了，聊聊让人圈了，在聊聊上让人圈了，唠一唠，来唠一唠。好几万呢，全好几万，姐你等会儿啊。完了，打电话了，云罗的要网黑了。哎，好嘞。姐啊，打电话让人网黑了。跟你说了，你先把，这我这都有点事儿，姐，你先把黄码给我挂上呗，我刷钱够了，我一共兑了一百四十四的那个红钻券，我全都刷完了，黄码先给我挂上，哪天我再来，我再跟你说行不行？你有事要出去啊？啊？是，
急吗？急，他们都搁那嘎就是等着呢，这样似的。那你去吧，场控给我好好答案，给他加个好友。你看，我看你看你唠的嗑值不值一个皇马钱了？嗯，看你唠的嗑值不值一个皇马钱。场控给我好好答案给他来。兔子外你卖坏了，我卖坏了吗？没坏吧？场控给我好好答案给他来。那个我自己给吧，我自己给吧。行，那你去吧，那你去吧。啊，然后等下次。来完了之后我再跟你唠啊，答案给你私密过去了，来去吧。去吧去吧去吧。点一下关注啊。点你爹老懒子关注，我看你唠的嗑值不值得点关注。你这晚了，你这一天你走吧下，你自己取消连麦吧，你自己停播吧，我不取消你连麦，你自己停播吧你啊。兄弟们啊，你就说吧，这逼养的太他妈睿智了，这逼呀、啊，我他妈录了38分钟音，就想套点啥玩意儿了啊，就想套点话啊，这逼啥也不说呀，哎呀，我操，你那个嘴巴子上跟安拉锁似的呀。这什么鸡巴玩意儿呢？这招遇到这样的老油条没有用，我一定会让他有用的啊，兄弟们，我绝对会让他有用的。威逼利诱吗？我这不威逼了吗？我不还没利诱呢吗？利诱我找八个俄罗斯大妞，穿个老泳装，把他捆绑凳子上，站他前面跳钢管舞。我操你爹！我看你说不说。你要不说我他妈生憋死你。兼职怎么做呀？加一下3号麦4号麦好友，了解一下兼职，他会告诉你们怎么做的啊。然后兄弟们，床上有人，我床上要是有人，我害他们有心开直播，我也是心大点。哪他妈有人？床上哪他妈有人？哪有人？成本太高了，犯不上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个女孩的求知欲要是上啊，一个老娘们的求知欲要是上来，我真的，我曾经干过最丧心病狂的一件事啊。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特听宇哥录音，听宇哥录音啊，酷狗上宇哥的录音一共有100。哎，我挨个从头听到尾啊，后来我又听海雅乐，后来我又听那个海雅乐的录音啊，在网上音啊，在那相当之后了，那个4个多小时的录音啊，海雅乐自己坐在嘎达放个曲儿喊4个多小时，叼根小烟儿，累逼喝的。相当之彪呼呼了，真的啊，相当之彪呼呼了。我王小倩呢？王小倩搁这嘎达呢，给王小倩抱上来连个麦来，给那个相当之彪呼呼了啊，往这嘎达一坐，自己叼根小烟啊，喊4个多小时，相当之他妈战士，操！